投资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对错，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市场瞬息万变，唯有领先市场，洞烛先机，才能够成为股市真正的赢家。欢迎收听《股市最前线》。本节目由中广新闻网与华冠投顾共同制播，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最前线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领先趋势，掌握未来，华冠投顾高敏章高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全国的投资们大家好，我是 David 高敏章。来，今天来到了9月26号礼拜一，快乐星期一了，真的是 Happy 的 Monday。因为上次上礼拜五 Happy Friday 嘛，对对对，那我们放空的股票跌停嘛，是第一，对，就放空可以赚跌停啊，当然当然。今天呢，台北股市如我们所预告的哦，直接贯破13928。恭喜全国好朋友们满手空单，大获全胜。今天的股票呢又快要跌停了，又要跌停了，而且呢是你一定空得到的股票，而且呢是一档30块不到的股票，而且是你上次从20块赚到30块的那一档。听说现在又老师你也把它弄到又快回到当时。对啊对啊，我们从30块把它弄回来，现在23块了。妈呀，耶，大家知道哪一档吗？上去也是你，下来也是你，大家知道是哪一档吗？知道哪一档？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这份资料今天最后一天分享哦。有资料的第四个部分有一档，好，第四块嘛，第四个族群哦，对对对的第二档嘛，它就是现在20几块了嘛，从30块回来那一档嘛。第四怕丢一，那是三只啊，第四个怕就三档股票而已啊，就中间那只，他做他20几块啊，你看看。那一档是这个资料里面最低价的股票，我是当初上去20%，对啊，现在又回来，没有上次当初上去快50%，快五成，现在20块喷到30几块呢，现在已经20%啊，我上次请大家30块以上卖掉嘛，嗯，记不记得我说啊，这一次把它空回来啊，哎，你上礼拜还可以空到27、28块哦，现在是到像不到一个礼拜就已经差了4块钱了，哇塞。很快哦，这样也快两成喽。有，这样有两成喽。有两成。如果从30块往下的话，那就不止两成了。妈呀！你说空单好不好赚呢？好好赚，一个礼拜2成还不错啦，甜蜜蜜的。好了，到底是什么？哪一档？不用猜。资料最后一天分享。是，赶快来索取，让你免费来做索取喽！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免费来做索取，还没有的好朋友，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索取。对，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last one 了，你够了，够了，因为怕一直万一一直跌下去，大家说就是我害的。现在就感觉是，我只是分享给大家，我说你明知道这个行情确定往下，是你绝对有可以赚钱的方法，嗯，选择。容易被空军袭击的股票是容易被轰炸的族群，然后呢，盘上盘下皆可空的股票，叫康瑞，涨停不跌停板就赚走了。嗯，上礼拜8050的广基跌停，有的不是恭喜会员放空赚跌停啊，有妈妈咪呀，空单也可以亮灯赚跌停啊，有，今天广基又破了、啊，对，又继续往下，对啊，广基旁边那只也破了、啊。广基那一排的全都破了啦！广基那一排，我看，全都破了啦，没几也看来啦。哎、欸，那底下拢破起啊！那不知道你当个病鬼啊你！啊，真假呢？观众朋友，你放空啊？有？凭什么你放空啊？至于为什么会这么笃定告诉你往下，其实有一件事一直跟大家分享，我说、嗯、原本市场预期九月不应该升三码的，对。所以台北股市、全球股市在修正，没错。但九月升三码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嗯、大家担心是什么？11月？对啊，三码过后。画面上的是最新今天的哈、哦，刚出炉的 Fed Watch 啊、哦。嗯，小滚滚的。11月的码数哈、哦，11月啊、嗯、，FED 联准会升息的码数哈、哦，三码依旧是最高的。是啊。而且呢，这个几率已经高达70%以上了。基本上就是蛮笃定的啦。对啊，这感觉也是铁三的感觉了。所以台北股市、美国股市，嗯、像今天加权指数破底，
就是在反映十一月又要升三码。三码啊，它在反映这个。是。那这会影响到什么？来，下一张图。所以美国全年呢升息十七码的几率也是大概70%左右。嗯哼。换言之，九月上礼拜升完三码。嗯。十一月三码。三码。十二月两码。两码。三三二。所以台北股市。为什么叫你放空？是为什么 David 八月十九号叫你大幅度出多持股？嗯哼，为的就是让你避开风险。嗯，同时用空军、用空单增加获利。哦，不就是我们的规划吗？是避风险之外，反手还可以赚财富。对啊，增加获利给他们谈啊、哦。但最重要的哈、哦，嗯，我还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你愿意避开风险，愿意用放空的方法增加获利的朋友、是，等到买点出现的时候，你既有钱又有闲，对，你会是全台北股市最愿意捡便宜的人，因为你满手是钱啊，因为你空的也赚啊，对，你下来这一波，就算老师，那我不放空，我变空手嘛。那哇塞！你看，比方说，我们刚讲那个三十块变23块那档，你三十块卖掉，你现在剩23块多，嗯，欸、你差7块了呢，啊丢呢，那也是给他的吧，啊丢，一样的逻辑吧，那给他的吧。那你愿意这样做的人，嗯、等到行情的波段低点出来、嗯、，David 一声令下，带、嗯、着你手牵手一起捡便宜的时候，嗯、哼，你愿不愿意捡？当然愿意、啊，你绝对愿意捡。对，你既有钱又有闲，行情回档还不干你的事，你还倒赚，哎、欸。何乐不为？那下一次捡便宜，再来个50%你不就有了？哎、你就而且你还会重压，也丢，对不对？因为你前面有赚、嗯，你后面一定会重压。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样才赚得多嘛。哦，这才是 David 请你空军轰炸、空单操作的最重要的、最终的目的。嗯哼，是长这样子的。哎，阿伯利，我的形象。真的哎，即便是你这一波你，哎呀，真的快跌停了，哎，太好了。你不敢。啊！你把这些的族群你相撇了，你避开了，对呀、啊，至少你守住之前赚到的。那如果说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往下，你不仅这个回落的这一波你赚到之后呢，当老师呢再次进场捡便宜的时候，你又可以绝对愿意用力捡，真的，你的意愿会实会100%，而且你超级有信心，对，这才是让你赚大钱的方法，哦、懂吗？懂懂懂懂懂，你这一次呢，愿意用空方操作？嗯嗯嗯。下一次当台北股市、全球股市涨多了，又遇到风险的时候，你会不会愿意空？会，因为你上次涨过。对呀、啊啊。你是不是又学会了一个技巧？嗯、多空都可以赚。是哦。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台语讲一竿离狗嘛，猛拉竿塞口。哎，股市操作版就是这样。我讲好顺，猛拉竿塞口。你台语会的就这几句嘛？啊，对对，就这点，不能再多了。现在画面上这张图呢？我觉得这张有点可怕、欸，老师。我留在中场讲。好，这一张太恐怖了。真的，我看了老师这样不是因为有客户问我说，老师，那我今天还可以再加空吗？因为前两天才跟上了嘛、哦，我可以再加空吗？嗯、可以。嗯嗯，我说我资料面不是有几档是盘下可以空的，就直接给他下去，哦、不用客气。老师，那投资朋友也会担心说，如果说这一波段他想要跟着老师，嗯，我真的不喜欢放空哦，至少你避开。那什么时候何时可以进场来捡？哦，捡这件事很重要，嗯，所以你一定要按照 David 的规划，一定要。我没有出手，你不要捡，不要捡，对。我还没有出手，对，你不要捡，你不要捡。我一出手，会员朋友你一定知道，因为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当然。所以现在先以空军轰炸、空方操作、嗯、为主。所以今天资料分享最后一天，是的。待会呢，我们就来聊聊，最恐怖的故事。哎、欸，这个故事还，这比七月半还恐怖，真的还可怕、欸。因为以现在的行情啦，嗯，哎，叫什么？七月半的鸭子啊。哎哎哎，那句俗语叫什么？七鬼不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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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自己看了、啊。来，今天的低点呢，已经破了13800了哈，低点今天来到了13782。看到今天的这个指数呢，开低走低，嗯，意料之内啊。意的不意外，不意外、啊，一点都不意外。重点，你这一波你跟上 Dave 老师呢，方向对了，标的对了，好好赚哦，超好赚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我们的空军指挥官所帮大家点出来的，我没有指挥哦，我只是帮你多赚一点而已。哎，真的耶，好好赚的，方向都给你了，标的也给你了，族群也给你了，就差你一通电话，赶快把这份呢标股资料
我每次讲往下标的资料，对，对对对，往下标的标股资料，把它拿到手，今天免费索取的最后一天，请您务必排除万难，手刀快抢喽！广时间一样留给大家打电话喽。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进广告喽。我想要声音好的小收音机，我想买一台好收音机送给爷爷。我在家里到处都要有收音机，走到哪听到哪。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机。中广严选山径收音机新机上市 ，PRD 三二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造型可爱，方便轻巧，还有立体声双喇叭。中广独家贩售价2000元，请上好物市集网站选购。02-2362-1968。02-6630-3131，02-6630-3231。亲爱的朋友，行情盘势都在 Dave 老师的掌握之中，什么时候该做多，什么时候该放空，都有他的操作的 tempo。 那么重点方向对了，那么标股呢？手边还没有这份的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即便你不喜欢放空，不喜欢做空，至少你要做到避开的动作。今天这份资料是最后一天免费索取，还没拿到的好朋友们，请您务必手到快抢了，错过就没有咯。今天来拿的都还来得及。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如何得到？有加LINE的在LINE里面点图连结，有订阅 YT 频道的好朋友们，视频下方的资讯栏一样点图连结，免费索取活动最后一天，02-6630-3231，02-6630-3231。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新字第015号，精彩节目开始喽！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您手边有没有这份的被空军轰炸的族群？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还没拿到的好朋友，赶快手刀快抢！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索取喽。这个，说到这个族群哦，这些的族群，这里面有七个族群，欸，老师，而且还不止，因为没有，我已经写得很保守了，真的写得很保守，老师，因为我怕大家都说老师跌三百点是你害的。可是好朋友们，我们老早就叫你空手了，对不对？老早就叫你把资料准备好，资金指标来去放空了。有的，我还特别强调，我知道吗？好多档是盘上盘下皆可空。为什么要盘下可空？因为我知道 FED 只要升完息，这个盘就下去了。你不找盘下可空的股票，你怎么好空呢？对啦，对不对？因为像今天一开盘就200点了，是啊，你很多股票开盘就下来了，是。对不对？啊，上礼拜唯一一天红的那天，是不是跟你讲说，那就是拉起来给你空的，就是给你空的，哎，有没有？有，给你空。好啦，那至于台北股市破14000、破13928之后，对，会往哪里飞？刚刚我们在中场休息时间已经公开了。哎，那个，这个真的看起来蛮惊悚的。那个数字哈，神秘数字，听众朋友们。想知道台北股市往哪一个数字飞哈？会跌到哪里的啦？哈，的数你确想知道数字的哦？对，一个五位数字嘛，一多少嘛？那个数字的一叉叉叉叉，自己订阅外地频道，你就看得到。我有公开，有，但广播我们就不要讲那么明白。好，我们就保留哈，对，怕大家听到之后丢车惊呢。哎，想惊一个？不是啦，因为。很多东西齁，
讲太明白哦，可能会被他讨厌了。我们还是稍微隐晦一下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想知道也不用猜了，然后订阅不用猜啊，订阅 YT 频道不用全。嗯，是哦，就按个订阅，然后哎，老师有准，按个 like， 按个喜欢，对不对？上礼拜有没有请你股票卖光光？不是，上上礼拜我就请你卖光了。哎，卖光了。上不是上个礼拜我就卖光了。然后呢，反手，我们八月十九号就大幅度获利入袋。有的，哇，是真的被你说中了，真的。15400点到今天又差了1000多点，我就说我股票卖光你要小心啊，有我叫你空手你都要小心，嗯，动不动，因为上次我们三月底叫你股票卖光空手一次跌了多少？1500点，不止，差不多吧，没有啊，不止啊，不止吗？差不多，那次是1500，可是后来再下去啊，哦，三月到现在来算一下，三月份17000多嘛，17500嘛，17700，对，跌到13928多少？17700，跌到14000嘛，3000多啊，3000多点的，哎呦！啊，我们这一次如果从高点下来，搞不好有机会了。哦，我的老天儿，好好赚，是很好赚啦，但也很惊悚啦，真的还蛮惊悚的耶。但是如果这一趟往下的。这个如果这一趟你能够赚得到，欸，赚得到，你后面会赚到翻掉，真的会变回来，因为表示杀得够远，杀得够狠，对，压得够 深，所以你回去捡的时候一定超便宜，那你问你嘛，你如果捡到个超级便宜的价格，你后面想要5x1倍不就容易多了？那个你的那个可能性，或者是你那什么？那个超额的利润不就会出现？因为会超跌嘛，台股每次都会超跌啦。是，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中场休息跟你算那个数字不算太过分？这样不算太过分了，这样怎么会算太过分？是等比往，有人规定一定等比吗？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了，如果他没有等比，要少一点或多一点的，可以吧？哎呦，一定可以啊！你让你规定一定等比，技术分析不没有那么好用了，它只能参考用了。好，参考。讲过很多次，技术分析参考用，你还要纵观加上其他的这些来佐证了。吃一点鲍尔，让鲍尔吃一点你的口水，就会变准了。对，哎呀，就跟你说是17嘛，鲍尔，你看上星期三，九月三码大家都知道，老师他就跟你讲的一样，他说后面今年还有5码，他说他市场马上预估11月13码，这个代志我跟你讲两个月了，有啦，我从八月叫你卖股票的时候就跟你讲了，十一月会是3码，所以你看到上一次18码还有3.7%，现在就是17就不用再看了，今年就17了，所以就是11月3码，12月2码了。那你一定会说，老师这样是不是说已经利空出尽？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嘛。对，错哦，不是哦，错，还错、哦。你已经知道升3码了，你知道年底还5码，你知道今年美国升17码，这件事我们8月就知道了。那为什么9月还跌？你们是不是少算了一个东西啊？少算了什么？亚洲货币的贬值哦，对，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少算了一个东西？对对，是不是少算了？包括我们叫你卖光光，叫你放反手放往下放空，还有资金，对，还给你一份资料叫空军轰炸的，容易被空军轰炸。果然，你看丁磊本来开始跌停啊，给那里一个绝对被跌停。你看盘面上哦，盘面上唯一最标的就是什么？美元对台币，台币对美元的走势哦，我的妈呀，这有点哦，对啊，新台币今天又喷出啦，真的又喷了耶，又喷出了31.9了嘛，不说以为它是一档超级标逆势涨的一个标股，殊不知最近那个换美元的人很多啊，很多，超多的，超级多，而且再加上之后可能又报复性的出游。好可怕哦，所以千万不要，你不现在我们家那一只才神人呢，他27块都是换的。真假？对啊，神人哦，27块，27块半他就27点几，他就27到28之间就换好了。所以下一支的名牌是，我不晓得。来来来来来，哪一个方向好做？我相信已经非常这很明显嘛，你一空上去就跌停，那放空能赚跌停，一样是10%，10%，OK 的啦。而且你上礼拜到现在，其实没多久，才一个礼拜多的时间，是很多股票已经两成了。
快接近两成了呢。有的，才几天而已，短短时间。对啊，嗯，你这样子能够一个礼拜不到有股票给你杀下去，你放空赚快两成。嗯哼，我问大家，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空气特别的清新？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情很美丽？哎呀 ，David 老师准呐，搂沙发垫赞。嗯，虽然讲这种话，后面他可以，后面他。对不对？没，人家听了不爽。可是因为我们已经两个多礼拜前叫你把东西准备好，我们资料先给你，叫你把它空下去。我们有先揪哦，我先给你揪。有叫你持股清空之外呢，有反手，反手空下去。有的。好，剩下的时间资料，熊妹姐刚是你这个刚刚深呼吸了一下，哦，你觉得空气清新吗？空气，如果你觉得不够清新哦，表示你空的太少。所以现在没有，上礼拜救大家的时候，可能大家可能会有点半信半疑。你会说老师会吗？你说13928，你看那时候其实盘还弹了三天。我不是讲了那个13928很难吗？对，每一次的国安基金，你看今天那个网络上 PTT 就说什么那个国安基金变成我们那个什么变成客的那种基金了。嗯，对啊。说其实这不意外啊。嗯。外资那么抽残，人家就抽残了呢。你觉得一直领政府基金能够 hold 得住吗？欸，就像我们上礼拜聊的一样，感觉很多的这些的情况都好像是一条线悬着，然后呢就是觉得有点可怕。对，那即便是目前，先跟大家讲，这礼拜台北股市很有机会加速赶底，这我今天早上的口讯，所以也就是说那个 timing 点倒数计时了，欸，搞不好很快啊。哦，我就要看他怎么玩嘛。哦，有买点，有买点，欢迎全国好朋友们。是，现在还没有。嗯，未来几天如果有买一点了，是，欢迎全国好朋友们哦，跟着 David， 是我们是全市场唯一有资格捡便宜的人，是的，欢迎你一起来。好的，那么首先呢，哎，先把这份呢价值千金万金、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先拿到手，还有时间还来得及了哈，还来得及，来得及，还来得及，来得及，那还没跌完了，啊。你要逼我讲这一句，对对，老师都不想的，还没跌完呢，啊。好，今天最后一天免费索取哦，赶快手刀来索取来拿咯，好，直接让您带回去。节目中呢再次感谢David老师来到节目当中。OK， 谢谢平话，谢谢全国好朋友们，记得容易被空军轰炸的这份资料一定要来索取。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进广告咯。有机金广米新上市，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银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富里，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用秀姑卵溪上游全员灌溉，孕育出谷粒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中广听友价4包660元，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02-6630-3231 02-6630-3231。行情盘势都在 David 老师的掌握之中，方向对了，到底上还是下，哪个地方比较好赚，我们就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亲爱的朋友，您手边有早早来索取我们这一份呢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在大盘拉回的这段期间，您是赚，你不止赚还大赚。老师的方向布置给您，族群个股都帮你精挑细选浓缩在这份容易被空军轰炸的族群资料当中。所以亲爱的朋友，您手边还没的好朋友们，请您务必排除万难，一定要把它带回去。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索取 Last 最后一天，让你免费带回去，加 LINE 订阅 YT， 您都可以直接来做索取。当然，想赶快火速拿到的好朋友们，就电话来做拨通喽，02-6630-3231。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